小万妮，没错，万妮又来到了 Costco 综合店。那因为今天来到了好事多黑色公园的第五天，所以万妮今天想要做一件事情，想要看看到底大家都来 Costco 买了什么。那我们等等，因为现在时间还很早，我们待会看有谁已经结账出来，我们来前去访问他一下哦。Tyson， 这是 V 八吗？我主要买他的鸡腿，还有这个啊，这个都特价啊，还有那个鸡腿也大鸡，没有就想说来碰碰看运气，真的，然后看看有没有真的比较优惠的东西，真有吗？有的有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充电的那一种东西，哦，米宝发电厂符合一电源供应器，那其实这里是锅，对锅，它是卡式，对卡式，它好像少了600块，觉得好像还可以。这次没有买什么大型家电，没有，因为都有了，因为都有，是有便宜很多了，像 V 八才不到1000块，是还蛮便宜，家里已经都有了2-3台，所以都单身，对单身，所以还好。哦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。肥皂，肥皂，玩具，小朋友的，对，还有饼干，饼干，那要买家电吗？没有。哦，那我最推荐大家 Costco 什么？红酒。真的假的？哪一支啊？没有，不一定哎。真的、啊、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。好哦，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行李箱。这是今天特价的吗？应该是吧。OK， 谢谢。今天有特地来买什么商品吗？有。哪一个？来买。哎，我想要看它到底多大。可以，我看看。大。我看一下，哇，很大哎，跟整个身体一样大。那这一条多少钱？1公斤499，1公斤499哦，对，176。那这回去要怎么料理？切了，先切了，还是要冷切，像那个一样，像那个一样，要处理成这样子。切切切。那这个今天的黑五最大特价还有一个，哇，你们都有买到哎？有，哇，这一公斤是任煎里脊，啊，1公斤439啦，哦，所以。所以这礼拜可能都是海陆大餐，对，两样都有了。谢谢阿姨，看看谢谢。好，完你访问完一波了，发现今天超级多人买那个 Sensodyne 行李箱，还有 Dyson 的吸尘器。那也有看到一些人有买今天优惠那一整块牛肉，然后鲑鱼大鲑鱼的话，我只看到2个人买。就这样提起来一整条，还蛮壮观的。